伙伴们，告诉你们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好的消息，也算是一个好消息，新版本的原树木再见，新版本中的草块再见，新版本的床再见，新版本的墩墩再见，新版本的无金装备再见。伙伴们，可不可以给他们说一句再见呢？因为他们要消失了，把再见打在评论区好吗？伙伴们，刚打开游戏，我发现我的版本更新了，于是我着急的去看了一下方块。伙伴们，我发现小猪他回来了，床他也回来了，我们的钻石块也回来了。伙伴们，我们的钻石装备又回到了我们的身上。但是，伙伴们，那个陪伴我们几天的新版本真的会消失吗？大家可不可以和他说句再见呢？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坏消息？好像我们又回来了，小猪、床、钻石块、钻石装备，他们都回来了。伙伴们，可以为陪伴我们几天的新版本点个赞吗？伙伴们，可以和他们说句再见吗？再见了，无尽装备，我们的钻石装备回来了。